呢間餐廳環境相當之優雅，究竟是什麼地方？知不是曼谷一間嘅百年大屋裏面吃法國南部菜啊？百年大屋超過百年歷史，裏面的風格相當之有文青 feel， 吃的是法國南部的餐。如果你想吃呢個法式蝸牛啊、田螺啊，甚至乎呢個嘅dark confit 啊 ，sorry 呢度就冇啦，因為吃的是南部較為 light 少少嘅餐咁，唔好以為超貴喎，佢哋嘅午餐相當之便宜啊，由呢個350匹至到呢個700匹不等嘅。舉例呢、這個就係700匹嘅午餐啦，嗱。食之前咧，無論 à la carte menu 或者套餐，都送你依啲嘅餐前小食。跟住咧，你睇嗰個沙律，唔係得幾片菜咁簡單，食得飽噶。跟住 main course 有幾樣，我揀嘅就係呢個羊架加埋呢個法式嘅薄餅 caps 啊。之後做一個相當美麗嘅朱古力 mousse， 就做呢個嘅甜品啊。700匹 OK 啦，再唔係再加錢飲一杯嘅 cocktail 都得啊。慕斯通常咧，香港人咧都係中意飲白酒同紅酒，但係對於呢個法國南部人嚟講，佢哋中意飲慕斯多啲，咁就係類似白酒，但係就係粉紅色嘅。咁呢個咧就變咗一個嘅 cocktail， 唔係度度都得飲噶。OK 喎，作為一個午餐飲佢。加埋呢啲美食 ，OK 啊，又唔會飲到哇醉曬、嘔曬咁樣，唔錯，食嘢先。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。哇，剛才嗰位靚仔就親自做呢味湯出嚟啊！查實咧，呢個除咗食呢個套餐之外咧，亦都有啲 à la carte menu。舉例呢一個咧，就係法國式嘅湯，唔係龍蝦湯啊。一般嘅餐廳淨係識得整龍蝦湯，但係呢個咧有一挺好特別嘅海鮮湯，係屬於魚湯嚟嘅。用嘅魚咧有4至5種，嚟自法國嘅南部同埋本地嘅一啲魚類咧，咁混淆埋成一體，跟住用咗個半鐘頭嚟炮製喎。咁兼且剛才見到咧啲麵包順加咗一啲嘅藏紅花嘅醬咧，兼且仲有呢一個嘅芝士啊。咁食法咧就將佢擺咗落去先，跟住讓佢哋嘅味道咧。撈埋一齊混為一體，然之後飲咯噃。有少少甜咧，個感覺咧都似似啲龍蝦湯，但係咧比龍蝦湯更加之濃烈啊！個味道即係值得推介，價錢咧大概500匹左右啦，都 OK 喎，好過餐餐就係飲龍蝦湯啦。其他的菜式包括有呢個法式的墨魚丸，外面脆一脆，裏面淋一淋。跟住呢一個就係燈籠椒的麵包，又或者呢一個沙律不是一般的沙律，是法式的蝦沙律，全部都是在呢間餐廳裏面吃到，價錢都不是貴的。呢度除咗樓上之外，仲有樓下。樓下更加係一個花園好景。查實呢度嘅大廚咧。是在法國一些米芝蓮星級餐廳裏面學藝煮過嘢，但係而家自己出嚟做生意搞餐廳，自己雖然嚟自米芝蓮，但係咧就係冇星嘅，所以個 hashtag 就係 low stars 啦。至於呢間法國餐廳 location 喺邊咧，就正正喺個 OP Garden 裏邊啦。OP Garden 喺邊咧？就正正喺個文華東方酒店嘅附近。咁要去文華東方酒店附近咧，可以搭個 BTS 喺十八特線站落行一陣，又或者可以搭文華東方嘅船咧，去到酒店再行過嚟都可以噃。